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6节经文，描述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经文，是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句话的背景和意义非常深远。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，达玛法拉，阿迪耶稣，耶稣，马杜祖亚迪马祖迪亚恩加兰阿恩，卡古里丹阿恩，阿杜鲁阿西阿恩，奥达鲁伊尼亚马卡加努瓦恩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被捕并钉十字架，因此他在最后晚餐时安慰门徒，告诉他们不要忧愁，并应许他们将来会与他同在天父的家中。门徒多马问耶稣如何知道去天父那里的路，耶稣便回答了这句话经文。约翰福音14章5至6节，德玛法拉，阿里耶稣，耶稣，迪亚恩加兰阿恩，卡古里丹阿恩，阿杜鲁马西亚恩，奥达努伊迪亚马卡加努瓦恩，伊尼卡努玛亚萨玛加卡玛阿早早。传讲真理，他本身就是真理的化身，通过耶稣人们可以了解上帝的真理，并借他的生命和教导证明了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。哈利路亚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牺牲和复活，信徒可以得到永生的应许，耶稣也有能力复活那些信他的人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信徒必须通过耶稣才能与上帝和好，并借他的教导和牺牲是通往永生的唯一途径。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6节经文，描述耶稣在最后晚餐时对门徒所说的一句话经文，是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句话的背景和意义非常深远。哈利路亚。